表演歌剧或是主持节目，我们一家人总是最好的观众。在台下呢，大家看那个欣赏音乐的时候，表情最陶醉的大概就是我和我爸爸还有我姐姐们。然后拍手呢，总是拍到这个手都红了，还是继续拍下去。安可也是我们一家人叫的最大声，就是恨不得能够马上站起来告诉大家，这是我妈妈。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跟妈妈一起同台，实在是非常荣幸。我已经高兴了很久了，只是因为没有经验，所以今天要是表现不好的话，还要请大家多多包涵。在这里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，五年前也是在同样这个台上，妈妈举办了一场个人独唱会，那个时候真的是盛况空前，非常的成功。在演唱会的最后，妈妈也曾经宣布过说，她将不要再办个人演唱会了。这倒不是因为妈妈不想在台上唱歌给大家听，实在是因为自己办一场演唱会非常的辛苦。那时候举办、练习，还有票务，还有行政各种方面的工作呢，都要妈妈自己一个人来负责筹划。开完一场音乐会，人都累倒了。所以这五年来，虽然我妈妈还是有在参加各种各样的表演，却一直都没有开个人演唱会。直到去年，市立国乐团王振廷团长邀请妈妈和他们一起来筹办这一场音乐会，妈妈就马上非常高兴地接受了。我认为一个艺术家、演唱家能够全心全意地投注于在练习表演或是创作工作上，是最愉快的事情。所以这一次我妈妈练习得非常的快乐，我相信她一定会把最好的表现出来。我们也要特别谢谢市立国乐团花了这么多时间在练习。这次的曲目有很多首都是新的编曲，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非常的喜欢。在第一组的节目，我们要介绍的歌曲是《小黄鹂鸟》《白牡丹》《我爱你》《在北的雪》。